来吧，第十一个人。队长孙女已经准备好了，在这边默默的啊，来了。喂喂，啊啊，帕瓦，帕瓦，哎，帕瓦，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要被 Q 到？好的，那个，请问要怎么称呼你呢？帕瓦，我要匿名，我要匿名的名字叫做队长的狗。好，没问题，队长的狗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我也蛮喜欢的。OK， 好，那今天想要告诉的罪行是什么呢？我曾经跟我国中的公民老师在一起过。你跟你那时候是多大？不会是国中的时候？已经大学了。Oh my god， 吓死我！想说，你国中的时候跟你的国中国中公民老师在一起，那这边可以透露，就是你怎么跟在大学的时候跟你的国中公民老师认识，然后在一起的吗？认识不就是因为是我公民老师？可是你们，他还记得你这样子。没错，没错，而且重点是，嗯，重点不是怎么认识的，重点是他有老婆。OK， 没事没事，对他没事，嗯，好，那那就是，而且还有一个儿子。那是怎么？就是你们是怎么重新联络到的？因为从国中的时候就是成绩都蛮好的，就跟队长一样好，所以就有被他记住，然后后来就忘记为什么，就是那时候 Facebook 很流行，就有加 Facebook，然后就是那时候就会开始问他一些升学的事情之类的，然后就是一直都有在联络，然后上了大学，然后就是在同一个县市，所以偶尔会就是跟其他的就是国中同学跟他约出来一起吃饭，然后就歪掉啊，这边好像跳得有点快。你说，你们原本是很多人一点酒之类的什么的，你们不是很多人一起出来吃饭吗？我在怎么对，很多人一起出，就是有一次在唱 KTV 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包厢的。就是它的成色很奇怪，就是会有一个大家都看不见的角落。就是它的空间配置很奇怪，就对了啦。然后就是刚好就坐在那个大家都看不见的角落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了。对，什么就这样是？就。就喝的有点懵，然后就亲起来。你说就是你和国中同学和国中老师一起在 KTV， 对，在同一个，大家在同一个空间里面。你是不是偷偷勾引国中老师？我应该没有。因为我相信国中老师应该是，你想想看，有老婆然后有小孩，应该不会，还是你觉得是国中老师的错？我觉得一切都是他的错。都是国中老师，他灌你酒，然后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。对，他灌你酒，然后又带你去那个看不见的角落，没错，然后又就是对你乱来。没错，然后你就晕船，没错。然后你们就私底下交往，没错。Oh my god， 那这件事情有谁知道？你身边的人有当时在场的有其中一个人知道，
但他当下也没发现我们亲起来了，为什么？这个角落也太神奇了吧！我觉得，我也觉得那个包厢真是太神秘了。真的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人类很好的发明，其他的 KTV 应该要学起来。对，上次那个五一五，不是在直播里面有讲说，请问你的通奸除罪化的感想是什么？现在不是已经无罪了吗？我记得，没错，太好了，对，太好了，哎、欸，恭喜队长的狗现在无罪。好了，那我也不用判罪了，就是无罪，大家也觉得无罪对吧？没错。那关于这个故事，太好了，你还有想要补充什么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你真的已经透露的差不多。没错。好的，好的，那。最后有什么想要和队长说的话吗？队长超可爱。先讲，大家都要这样结束是不是？好了，你可以下，你刚刚还有无罪的，你前一秒还有无罪，你现在直接下地狱吧！拜拜拜拜拜拜，直接把你一脚踹下去，再见，拜拜。突然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匿名了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是好想他有匿名，不然。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人，不会啦，不会转会员限定啦，我觉得还可以嘛，又没有讲到什么，我们这个在法律上都无罪了，对吧？现在是真的，大家的级别跳得很快，你们知道，前面还在说，我的罪行就是我要考大考了，但是我没有准备读书，然后刚才那一个就是我和我的国中老师，然后在 KTV， 然后他有老婆，但是我在他老婆面前，还有在他小孩面前，没有吧？开玩笑的，刚刚的故事不是这样的，大家，刚刚的故事不是这么说的，按喜欢。我会很开心，还要按订阅，还要按喜欢，小铃铛要不要开都可以，喵。